我开直播了，哎呦，怎么这么黄呢？奇怪，这个滤镜总是奇奇怪怪。它打开的一瞬间，你不调它，它也是会自动开那个滤镜的。Hello，晚上好呀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哎，你把这个杨梅子汁给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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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Hello。6月4号有我守护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谢谢，你毛毛的浅眼睛送的荧光棒。谢谢小心肝的兔兔。阿胖，你不要来找我，你吊死儿。没啥，还没官宣确认一下，那你有什么好确认的？官宣了不就有了吗？谢转正二点兔兔。万一我有的话，他没官宣，官宣里面没有，那不就是没有？今天有点不一样，我今天画了个眉毛和口红，哎，麻烦你的尾巴有点过分哦。要亲你们呢，猫宝，哎，别蹭了，别蹭了，蹭走了。要干什么啊？谢谢王彤。王同学想在天上飞，送的花前月下。王同学想在天上飞，可以飞啊，现在可以飞，以前都不行的，但是现在可以。以前只能送那个9999才能飞，现在便宜了。冒泡不敢亲你，只敢亲屏幕里的你。没有，他在蹭屏幕。谢98的兔兔，是吗？好吧，我们就上了一天课，然后他就谢谢随和漂亮的兔兔，就上了一天课，然后他特别喜欢。啊，谢谢1A 的灯雨蝶，最近说话好吓人，我吗？哎，没有吧。谢谢冷的兔兔，我们刚跳完舞，现在人整个人很热，然后刚回来，冒泡一天没怎么见到人了，然后他特别兴奋，想与人亲密接触。我什么飞呀、啊？他自己的名字叫什么吧？拜托，你看看他名字叫什么吧。谢谢二点的仙女飘带，邓雨蝶的也特效好好看。对，我们上课好晚呀、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把后面所有歌的站位都换了。哎，不通那是什么知识？你走开！给你们看不透，看到吗？我现在就这个姿势在床上睡觉。谢柚子水的兔兔，他腿短短，那不是正常？人就是个短腿猫，腿长了那叫短腿猫，是吧？哎，真的可爱，真的可爱。哎，我发现了，有活动之后口袋就会有 bug，我现在才提醒我开播耶。正常前两天口袋不是开播立马提醒吗？谢谢呱呱的兔兔，能投资，能投资啊。他这是一天要集满这么多吗？还是说这一段时间之内集满就行？我没搞懂，没太搞懂。累积到23号，那当然可以呀、啊，随时都可以投资投资。对不起，今天一天也没有，最近说话说的少，嘴有点瓢。
谢谢胡桃夹子的兔兔，谢谢狗子的兔兔。嗯，最近说话说的少，嘴瓢。谢谢子雨的兔兔，占这个爆率好低好低，快看白星雨。只小小强，嗯，又是个小强，白旭在吃东西，没反应过来，他就倒吸了一口气。我买了蟑螂药，挤在了房间。你。就那种挤了蟑螂吃了死一窝的那种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我们垃圾桶都是一天一清的，谢谢秃头鸭的兔兔，谢谢白小羊的兔兔，谢谢在做题啊仙女飘的，多买几个牌子一起。拜耳吗？我不知道买的是什么呀，没注意看他那个名字。谢小俊俊的玫瑰花，我还是好奇，他是要一次性送20000才能有花灯吗？还是说这段时间累积起来有20000就有花灯？累积就行。哇哦，不错不错，谢谢夏意的荧光棒。那这些时间线还蛮长的。今天多少号？今天16号，到多少号？到24号还是21号？谢谢鱿鱼的仙女飘带，谢谢二点的花钱那些，要个人累积，对啊，就是个人累积啊。谢谢下午好呀，兔兔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今天有好多人在给我累积兔兔。谢谢狗子的荧光棒，谢谢远远的飘带，谢谢我一号的灯雨蝶。花前月下怎么这么土？因为花前月下就是一把扇子，我感觉这个礼物好像出现过。谢谢下一个兔兔，这次也打了。哎哎，谢谢宝贝的兔兔。哎，刚刚那个。那个送了花灯的人抽到什么了吗？蹭错号了。行，都可以，没有区别。1元棒入股失败，鸡腿吧，388，鸡腿，你抽到鸡腿了。谢极品帅锅的兔兔，你抽到鸡腿了。哎，那蛮不错的耶。不是说有人只抽到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白星宇，什么？就是抽花灯只抽到那个气泡。谢谢黑暗之翼的仙女飘带。至少他抽到鸡腿了，人家只抽到3天气票气泡。谢谢狗狗的兔兔，你抽到气泡了，那你没办法。人家只抽到气泡，他抽到了那个388的鸡腿，气泡不更好吗？为什么更好？气泡只有3天呢，并且那个气泡有可能是，就是我们正常有的气泡呢。谢谢一方平安的兔兔，
永久还行，三天它也可以。对啊，三天气泡还不如一个388的鸡腿呢。哎，那个包治百病长什么样？谢谢黑暗之翼的夜灯雨蝶，开花。所以那个是什么新的？还有一个叫什么金丝金金金什么金什么翼？包治百病是你送一个发电就可以抽到的礼物，想去抽吗？你试试，想去抽吗？你就能看到它是个什么样子的礼物。金色面膜，对，还有个金色面膜，有可能抽得到。不敢抽，为什么不敢抽？万一你又抽到一个发电呢？提前恭喜你，在背包里，抽到了立马就会返回来吗？哎，对，是你们给我送礼物，吓我一跳，周香的，周香的声音，周香也在研究这个吗？没有哎，找了好几次了，啊，那你能看到你抽的那个，你抽的那个东西的详细得到的东西吗？提前恭喜了都，对啊，因为相信大家都很欧，可能就是东西还没发吧。可以可以哦，可以看到你中了哪些东西，那应该就是有，只是还没发。如果看不到的话，那有可能就是你记错了。为什么他的发电可以让你抽奖？好像中秋当天发，真的。何侃也16万可以全体抽奖，提前恭喜大家！谢谢严树枝的兔兔。我也好像是。哇哦！恭喜周香。唱，嗨，来吃这个，俺来吃鲍是吧？抽了半天还不是给你骗局，那不，怎么就给我骗走了？万一别人骗走了，谁骗走都行。这个梦，这个飘屏梦回总选，但是这个撇，这个没有那个昂，怎么形容呢？这个稍微合理一点，稍微合理一点。谢谢远远的兔兔。对，我俩和专门加了三个仙女飘的。你不觉得这个稍微合理一点吗？这是鲍师傅，不是章鱼小丸子。我们刚刚消耗大量体力。你只投资乐了一个，好，但是你刚刚讲你已经抽到了气泡了。你每次我吃东西你们都是看饿了，我们去投资就是在屏幕上飘过的。我发现是紫色啊，
这是躲猫人的仙女飘带，颜色变了。对啊，因为谢谢发呆的皇冠，谢谢哦哦，谢谢发呆的皇冠。为人率直的人有担当，打一笔字，第一个人是德，第二个人是直，我觉得是直，对吧？是直是吧？为人直，率直的人有担当，打一笔字肯定是直啊，怎么可能是德呢？他旁边人和直加起来不就是一个直字吗？单人旁的直，这要百度一下吗？你们怎么不相信自己呢？你们不相信自己啊？那我搜一下吧，我觉得是直，因为前面那个我也是觉得是直，是直吧？肯定是直啊！为人率直的人有担当，人和直凑成一个字不就是直吗？百度过了。你们真的是不相信自己，就是直，就是直，你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啊！谢谢发呆，谢谢发呆的灯，花灯，快看一看，快看一看，你这个里面会得到什么呢？祝你好运，提前祝你好运。值了，那当然值了。谁给的灯？发呆。这个名字叫的真的，哇！我是谢谢保卫一方平安的兔兔，哇！你们无法想象这只猫睡成什么样。谢谢天真的灯一叠，谢谢石兽弱水的兔兔，我鼻子两边怎么红红的？对啊，我鼻子两边红红的，就是比较容易敏感肌。谢谢哈斯纳和永远的神的荧光棒，这个项目我保安投了。那你多出一份力，大家能提早踏上致富小目标，提早达到自己的目标。谢谢天尊的花前月下，你们看普通现在睡成什么样子。Hello， 猫，这只猫，这是睡得像小猪一样的小猫。高级进场特效，哎，你运气很好哎。谢谢飘随和漂流的仙女飘带，不是，我觉得是我的，是我的房间，我这个人运气很好，大家快来尝试一下。说这个特效好像要前期才会有，是吗？就是最后成员排名要在前期抽到谢 TS 的兔兔才会觉醒，真的吗？知道吧，是我房间的运气好，是我这个 SH48 韩家乐这个地方好，抽到都是好东西。但是抽到的就有吧，不过就三天，对。哎，知道吧？真的吧？真的是。它不是有期限的吗？哎，怎么要不要来试试？快快快快快！我肯定，我说了，我这个房间非常好，我这个房间。谢谢二手买茶叶的兔兔。是同款头像。是那个专门制定的表情头像框还是什么东西，专门制定的才前期才会有吧。发生了啥？就是现在累积20000鸡腿你可以去抽奖，然后你抽的奖的话有可能会抽的好东西，我房间已经出了不少好东西了。谢谢天尊的99个兔兔。
知道吧？要不要试试抽盲盒？谢谢天尊的99个仙女飘带。房间出了好东西，团战还是，团战是16万，单人战是2万，但是可以累积。但是你要是想就是图个爽快的话，就哗一下。怎么会有猫似的这样的？它那个脚在啊，好的，看到了。8个单人就算合砍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们是说8个单人就可以砍一个16是吧？冲冲冲冲冲！现在快砍到了，大家扎把劲儿！现在已经进行了，1/8了。已经开始了，今天就可以了。周周有啦，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。现在进行，正在进行时，为时不晚。哦，对，你们现在是不是看不到你们自己就是送了多少那个啥腿子？哇哦，有没有？那周周你投资到了，看你抽到啥了？对，看不到自己有。那你们自己多少腿子你们都看不到，看不到别人的，看不到自己的吗？现在合砍2个发电送1个发电，啥意思？啊，就是。加追是吧？加追啊，加追啊，这都还不冲，那可太亏了。啊，追加啊，对不起，俺实在是，俺实在是对这个不是太明白。真的啊，实在是对这个不太明白。我为什么？我觉得真的是天气冷了。普通现在最近天天都喜欢在床上睡觉，然后还是摆着各种奇奇怪怪的 pose， 45入不要钱，就相当于说你得到一个花，就是你送了一个花灯之后，你得到了一半。虽然你没有抽到一个画，没有抽到一个发电，但是你抽到了个大饼子。谢谢一毛的荧光棒，知道吧？虽然你没有抽到发电，但你抽到了个大饼子。哦，谢谢快乐一毛的花灯。半月，半江明月画中城，打一个字。我搜一下，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搜一下啊，半江明月，画中城，打一个字哦，搜到了，耶、yeah, ！快去抽礼物，去抽礼物！谢谢小云云的图图，咋变成花灯了？对啊，就是你凑到2万鸡腿的话，就会成为一个花灯，在全口袋48飘屏，仿佛和夏天一样，让你在秋天的时候体验了一把飘屏的特效。谢谢叛逆句句的兔兔，我刚刚回答你的花灯了，你可以去抽礼物了。谢谢清晨的星星送的兔兔。他玩的都是字谜游戏，要480鸡腿才能入股。哇，白信宇你飘屏了。谢谢星星的兔兔，谢谢鸡屎的兔兔，谢谢天尊的奶茶。
光看乐乐了，没看到礼品。你可以去那个里面再去找，就是那个活动里面，谢谢天尊的99个秋天奶茶。谢谢大家。就是那个叫什么？中秋活动里面找。我怎么感觉我今天看上去很黑呢？谢谢苏了个苏的仙女飘带。哦，这太白了。好了吗？还剩多少呀？何看？不知道哎。我这边也看不到你们详细的单子。谢谢天尊的灯与点。为啥？想体验一下99个那个素99个礼物会触发特效吗？谢谢 AYNNQ 的兔兔。正在路上。好的。还剩90000几腿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能看到吗？这不是看不到吗？现在我都看不到。我看不到详细，我只能看到我总数额。谢谢天尊的99个玫瑰花。口袋四八是破解版的。破解你的口，这个口袋四八还有破解版的，出了两个版本。谢谢心碎德国球迷的仙女飘带。我们四八还有这种版本。那你怎么知道？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告诉我，你在骗我。机器人，机器人会报这个吗？谢谢 ZZE 的仙女飘带，快哦！现在加追啊，加追啊，2-1加追哦！谢谢 Maybe 的一盏花灯，月到中秋打一数字，月到中秋打一数字是7还是0啊？是零吧，因为它是圆的，是不是？月到中秋，数字。月到中秋打一数字，为什么有的回答是8月15啊？是零，我就觉得是零。耶，去领礼物。晚上灯谜变难了，真的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。对，百度都有好几个答案。我刚刚就说月到中秋哦，谢谢每天都出现发呆的用的花灯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打一山西地名大同和太原。我要答错了的话，他就抽不到卡了。你了个特效，什么特效？你是什么特效？这个是什么？海到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打一山西地名。这我发现难了耶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地名。大同。耶、yeah! 恭喜。谢谢九指的兔兔。会不会越难的越容易出发电？真的吗？我觉得不能这样讲，这样讲不可信。谢谢普利多勒的仙女飘带，谢谢 S C R E A M 兔兔，谢谢 O O G I E 的兔兔，哼哼，这些我知道了。谢谢哀伤的风仙女飘带，冲呀冲呀！
快乐哟，马上就可以集体抽奖了，中个生日蛋糕都不错。不啊，现在可以中啊，现在我房间是2:1加追，就等于说你送了一个中了一半。你自己看不到，呜呜，应该还没有追加，对不起，追加。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礼物出来的时候吧，应该会集体有时间送的吧。谢谢卡农的特特，21号送领奖品，大家中秋节当天给大家礼物，散发着礼物，我们都是圣诞老人，送大家中秋礼物。中秋当天送月饼，现在干啥？步行跳河，第一名的兔兔。中秋当天可以送月饼啊，哦？对，月饼就是那个活动是吧？喝的杨梅汁。哦，恭喜百姓，百姓快快快！百度啊，你在百度？太难了，这个不会。啊，中秋节是21号。抽了个中秋头像框，大家都很难，有很多东西很难。头像框是永久的吗？抽的应该不是永久的，但是好像要进神器才会是永久，会有永久的头像框吧？不知道，没有，他这个规则也说的不明不白的。谢谢严树枝的兔兔，还有追加哟。谢快乐 emo 的仙女飘带，不是啊，单人20000会抽到永久的，是吗？单人20000抽到的都是永久的吗？啊，有永久的，也有3天的那种。中秋节回家吗？回不去，要排练。你抽的是3天的，没事，有很多人抽的都是3天的。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能看到你抽的那个头像框是什么样子的吗？还有，还是我看不到的那种，皇帝的新头像框。对，再说抽奖，想抽奖吗？大家想抽奖吗？我可以给大家抽奖哦。进场特效。你抽到了什么？终极弹幕。你抽到了终极弹幕，你在我这炫耀。要自己换的吧，头像框是直接有的，真的吗？哦，头像框应该是要在那个妈妈，你下去。不行，忘记了，下去。谢谢迷路的松鼠送的兔兔，抽中一个兔子就过分了。是什么？兔子是那个礼物是吗？谢谢天尊的15个兔兔。黄金面膜是啥呀？我也在好奇。它有一个礼物是黄金号面膜，还有一个是包治百病。这哪是炫？这是粉。你在我直播间炫耀，你抽奖了，就说明你在别人房间送的，在我房间告诉我，哎，你抽了一个不太行的礼物。这就是炫耀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。这个礼物啥时候能送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给到。哎，刚刚有人说是立马就会给到，有的人说他自己那个叫什么来着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仓库里没有。你怎么有包治百病的礼物？你想有吗？你想有的话要去抽哦，要累积送满那个
叫什么来着？完了想不起来了。两万鸡腿就可以抽一个包治百病。谢桃花岛的盐树纸送的仙女飘带，对，就可以抽一个包治百病，还蛮吉利的。谢谢不将就的兔兔。我刚补上的礼物你没看见白送了哦，谢谢你的礼物。包治百病能干什么？能图个吉利，图个彩头。毕竟大部分人都抽不到这个，只能抽到头像框和气泡。谢谢平平无奇的兔兔，谢谢你是个没老婆人的兔兔。对，可以炫耀，说明你运气不错。来来来来来，活动继续。现在也加追了，追加，对不起，我老追加，老加追。为什么加追和追加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加着追和追着加一样的，我觉得。你只抽到一个限时进场特效，心态爆炸。我觉得限时进场特效还蛮不错的啊。你进场特效至少你进房间就很明显、很夸张、很嚣张。但是有的人进房间，它只是一个气泡，也只有三天。你自己看不到，但是小粉丝不是小偶像能看到，小粉丝去了，小偶像能看到。加上呼吸进房间挺好的，就像现在进房间的那个叫什么总选助力的 top 七进来，就是有个大边框在这显弹幕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进来了。你要想一下，已经错过这段时间了，但是你还能拥有这样的权利，很高级。进场特效，万一是骑个白龙马，或者是头戴皇冠走进来呢，是吧？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口袋的进场特效会是什么样子。中秋活动之后，总选特效是不是就能结束了？我觉得暂时不能。我感觉他们进来压力老大了，为什么大？干嘛大？哎，要是再送一个应援棒，没有花灯就翻车了，真的吗？你算了。万一脱不齐脱粉了，想偷偷看一眼，多尴尬。那就换号啊！谢谢天尊的荧光棒，哎，不能啊，你累积不了。他不能累积吗？你看他翻车了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可以的，再送一个，因为刚刚发呆送的是皇冠耶，他没有用，没有送发电呢，但是他都可以有哎，可能还差一个，可以累积。感觉总选中挺好的，怎么是中？在哎，有了，你算错了。山中称霸王，这是老虎啊！为了准确起见，肯定是老虎。耶，去抽礼物，就是老虎。生肖没有猴子选项，当然不是猴子，是老虎和什么来着，忘记了，没记住。什么老虎喊掉了，什么意思？把心雨又去猜灯了。过目就忘，因为我只记住了正确答案，
我只看中了我想看中的那个，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狐狸，三天高级弹幕，就是在上面飘飘飘的那个吗？谢谢流渣糖的兔兔，谢谢鳄鱼尖舌的鱼下巴的兔兔。对啊，怎么可能是狐狸？肯定是老虎。不晓得是啥，你没抽吗？三天高级弹幕，是飘弹幕免费三天吗？我觉得有可能是高级弹幕，不至于是这种在下面都叫弹幕了，难不成给你镶金边儿？应该是高级弹，不是，结束才生效吗？不知道它这个生效日期是什么时候哎。后面括号更高级，应该是中秋闪电部队所总选一票才对一个鸡腿，真的吗？下去吧，猫猫，你流口水，下去下去。可能黄金面膜是扣在高级弹幕上的，好的东西都直接生效，但是也有一直没生效的。你直接生效的是什么东西？感觉每次口袋活动比期末考试难。对啊，我说感觉每次口袋活动最忙的就是有活动就节假日最忙的是你们，因为要赶着，就又要动脑力，还要这边跑那边跑，四处看看有什么活动凑凑热闹。口袋的规则就不太简单明了，气泡头像框徽章都直接生效，你已经生效了三个了。这是花20000鸡腿体验九九票的快乐吗？对啊，飘屏啊，你才没发现，你才注意吗？想不想再体验一波？哎呦，白星宇继续，白星宇又来了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哇哦哇哦哇哦，连着两个呀，百姓。我手机没电了。哒哒哒哒，哎，完了！我刚刚跳完这首歌，这么说，我感觉突然划算了，真的划算。我刚刚不说了吗？直接体验一个999999999。哇哦！哎，猫泡，你不要在我这儿，你刮着我了，你指甲要剪了，下去下去，差点有点心动，来呀，趁现在，不趁现在，趁何时？还差多少解释16？解锁应该还差多少？还差2-3个吧，别的小伙伴达成16万，你怎么分红？那你自己啊，4万不到嘛，你能看到，那就是2个。是，谢猪如烟的兔兔。参与48个鸡腿才能参与，是48个鸡腿才能参与。哦，我刚刚唱了这，刚刚跳了这首歌之后，我现在满脑子里都是这首歌的旋律，都是它的旋律。480个鸡腿还是48个？480个鸡腿。谢谢大众迷妹的兔兔，480个。送48个鸡腿获得10个鸡腿，亏了，那你没办法。谢 FRIEDA 的灯雨点。为啥我活动界面？什么呀，被这个灯雨给挡住了，需要送48个月月，我们知道。
你活动界面提示领奖，提示你需要送48个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又是徽章呢？徽章为什么赚了？徽章有什么用啊？那个是16万累积的都，你要找你的花灯，这个就不是我能理解的，这个就不是我能研究明白的了，我没有那个界面。因为那些是别的成员凑满的全灯，谢谢你要天天快乐的花前月下。我研究的脑袋疼，那不要研究了，你直接上个大屏幕你就懂了。获得那10个鸡腿的巧克力怎么送，有人知道吗？我大概是不知道吧。在仓库里有没有？仓库里没有的话，那就等中秋吧。要去河坎最低48鸡腿才能去。你也拿着巧克力找不到，直接点巧克力就能送，不扣鸡腿，真的吗？月饼21号才能送，因为月饼它是中秋当天才能送嘛，当然，不然中秋节还没到，你们就提前把月饼给我吃饱了。中秋节不想，中秋节那送啥？中秋节没有东西可以送了，不是说月饼是限量的吗？谢天赐的巧克力，啊，不要鸡腿是吧？是不是不要鸡腿？扣鸡腿了。去的时候就剩2种月饼能兑换了，月饼还分种类？怎么了？哎哎，还好手比你快一点点。巧克力怎么了？就快这么一点点，很庆幸吗？不划算，应该偏发电。那你可以起个带头作用，你可以起个带头作用，给他示范一下。我看看这巧克力没有扣鸡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有的人扣，有的人不扣啊？月饼兑换不了了，对啊，他要献，谢谢黑暗之翼的仙女飘带。我靠，你这个爪子要剪了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就只能摸你一会儿会儿，不然你口水就要流下来了。直播剪指甲吗？那不行。冒泡剪指甲他有时候凶我，我待会儿就要给冒泡抡圈了，他要凶我的话，不能给你看到我这么凶的一面，这个不能给你们看到啊，虽然你们已经看到过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加追了呀，追加了呀，追了，前面的追了，后面这还没有人让他追。我是抽到一个巧克力和月饼一起了，然后送了不扣，什么意思？你都没换月饼，因为看不懂规则。最宝贵的巧克力，谢谢果冻的仙女飘带。你看，你要不要鸡腿？他们不知道怎么抽呀。单人累积20000鸡腿就可以抽了，要不就是大家一起累积160000鸡腿。这个阅读真的有一点点，就是你们抽的东西现在又还没有给你们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要等到中秋才会给吗？你还是一脸懵，就是你个人在累积送的鸡腿达到20000就可以抽奖，
要不就是在我的直播间或者是我的房间，韩家乐的粉丝一起累积达到160,000鸡腿，就会也有抽奖。对，他说你送个发链就知道，也不是，对，直接明了，等着凑人头了。谢谢普通是只猪的兔兔。你要搞一个，Hello， 安卓还没更新，真的吗？划重点是理解，对，问，懂了，问就是，对，问就是，对，就是发电，你去看看。什么？就是哎，不是吧？安卓用户现在还不能没有这个活动吗？那这个着实有一点点区别对待呀。啊，有，我就说，这要是没有的话，区别对待也太强了，有点过分了。怎么就感觉，因为之前不是，哎，我今天月亮好干净啊，外面就很亮一个月亮，虽然不是圆的，因为要中秋节了，对，但是没有云啊，没有云挡住这个月亮，就很干净。说什么来着？忘记了。空气好，对，你们看不到，我上次给你们看过，看不清。过几天就圆了，嗯，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半圆形状了。谢慈树的兔兔，因为百姓鱼在口袋房间和百度寻找答案。没有，他说原来百姓鱼在啊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我说百姓鱼在口袋房间和百度之间寻找，来回寻找答案。谢谢011657的兔兔。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好亮，又说亮又说不亮那种感觉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是不是我亮吗？我亮吗？我都发光了。我抽了好多气泡，坏坏。你去哪里抽的气泡？你怎么抽到的气泡？我怎么没看见？谢谢文心哥兔兔。正常亮。我都觉得我要不就是很黄，要不就是很亮，整个人很奇怪。我也是，气泡要那么多有啥用？灵魂发问，是我太白了，真的吗？我头发，哦，我头发这下面都快变成银色了耶，你们看。谢夏意的灯与蝶。冲呀冲呀冲呀，洗过了，当然洗过了呀，都快洗成银色了。我这个紫色我觉得洗着洗着就快成银色了，这个发尾都变成银色了，已经再洗洗就换颜色了。我还以为颜色深了是因为没洗头，怎么可能？颜色深了是因为洗头，怎么？哎，这颜色哪里深了？它现在颜色更浅了。谢谢熬夜兔兔鸭的荧光棒。今天要把欠的歌唱，谢谢年年的兔兔。掉色了，洗掉了变浅了。对，你觉得现在头发丝儿都在发光吗？把欠的歌放了，谢谢，98%的洗米飘带。嗯，点歌的人好像大部分都不在，
这个颜色真好看，头发亮了显得人就不那么亮了，就头发亮了之后显得头顶就很曝光，然后人的脸就是黄的，人的脸是黄的。白的不黄，真的吗？我怎么觉得我的脸很黄呢？我最近是不是瘦了？没瘦啊，我觉得我胖了。你从哪看出来我瘦了？谢谢陈皮七两一的兔兔。营业部那首，我那天，今天可以再唱一次来吧，因为他这首歌有几句。有几句特别绕口的，真的太绕了。对啊，你是从哪看出来我瘦了？乘飘摇的船，让破碎的帆，顺利想过，顺利想过再上岸。棱角分明了，我以前棱角不分明，不是我前面棱角不分明吗？我哪里棱角不分明的？我棱角一直蛮分明的，啊，就是有还是可以挤出双下巴。陈柏霖的哒哒哒哒哒，大概太久没见了，难不成我回家瘦了？谢黑暗之翼的兔兔，此次等晚。谢谢 slime 的兔兔 ，slime 的兔兔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把这个歌唱还是不唱？我唱那个《爱在夏天》，爱在夏天在吗？爱在夏天，爱在夏天的朋友在吗？爱在夏天的朋友好像不在，也不知道人啥时候来，他来不来呀？这首那首歌我熟了，但是。哎，也蛮久没听了。森林早安，人生浪费指南先唱了吧，不太会。人生浪费指南的人在吗？人生浪费指南，他还记得点了这么一首歌吗？这个歌好久了。对，这首歌好久了，因为他读的太快了，我实在是不太行，现在就是不太行。点的人在吗？我有点不堪，刚结束了持续的加班，昨天晚上喝酒的太晚，那种想了一万次太晚，发呆的早餐。在吗？在吗？他不在啊，戴上耳机什么都不管，一个疯狂的念头让我不想继续。在啊，在不在？他这个真的很快，真的很快。还有一点距离，深深面对吧，面对无穷尽的麻烦。不在，赶紧唱，唱了就这一家了。去寒蝉，想要拒绝却没那么简单。你已经想了太多，可还是不想放手。你说我的怎样？我的你藏的什么？我不会吧？我可以点目不转睛。目不转睛很难吗？那你点吧。
消失在醒来后，爱人的未来还有期的时候。啊，等一下，相当于花48去抽奖了，我抽到了37票，等于说你们送完那个20000之后还要花48鸡腿才能抽奖。七票天数能累积吗？你问这个你是不是想冲？快快冲冲冲。肯定能累积啊，不然能连续都是三天，那岂不是很亏？谢谢鬼小小的兔兔，谢谢相濡守护的兔兔，那岂不是很亏？是扒鸡腿抽别人的时候，嗯。但是你要抽到三个气泡不能累积的话，那三个气泡同一天搞吗？不可能啊。当然是可以累积的，这种东西不能累积，这也太坑了，不可能不可能。我假想把自己催眠，要想结束这场表演，说的这么多，想要交付代价，好像不能，不能，不可能吧？哪有气泡时间不会累积的？正常来讲，三天，三天又三天，它累积起来就是九天呀。怎么可能？你要是抽到三个不一样的气泡都是三天的，你没有用这个气泡，然后这三天三个气泡同时过期吗？应该是你用的时候才会显示吧。谢谢桃花岛元素之的一个灯与蝶，那有点过分呢。这真的不能累积？你抽到一样的气泡也不能累积，三天之后这一样的气泡全过期了，这个气泡过了中秋再用就有点过时。那三天有什么用？那应该今天就可以用这个气泡吧。接收了就开始计时了。以前的圣诞红气泡永远的是什么？圣诞红气泡今天可以用了，是在房间说话的气泡是吗？不是在那个，不是在直播间说话的气泡。有点没搞懂。现在没了，被改了，太亮了。嗯，抽到的是房间，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。直播间的就是这叫对话框是吧？这不应该叫气泡，这叫对话框，对话框。直播间的气泡应该是不能改的。直播间看不出来，对，我抽到的是直播间。啊，直播间有什么气泡啊？是弹幕吧？直播间只能有弹幕哎。高级弹幕，刚刚有人说的是高级弹幕。我许下了坦诚，可爱上不想放手，我只算清醒的说朋友。我有一圈的生活，盲目接受了沉默，想控制所有一切大火。这首歌词语句没听太清，太快了，只能把副歌听清。因为他刚开始让我唱的时候，说实话我都没听懂。在醒来以后，爱人的未来还有前世后。啦啦啦啦啦，只听懂了，想了太多。对啊，这首歌名字叫《人生浪费指南》，浪费指南为什么会浪费？就是因为想太多。你已经想，不是你已经想了很久。
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什么嘛？怎么就悟了？怎么就理解了？无语。你已经想了太久，可还是不想放手，还是在继续等说的朋友。谁是大师？我吗？想走遍所有听说的一切摆布，你已经想了太久，可一天要放手，不放的朋友。在线解惑，那倒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不会啊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这首歌唱的算吗？有点划水，算。这不是你们一直在和我说话打扰我吗？谁点的呀？应该是骄傲吧，傲娇，骄傲。还是谁来着？反正不在。我尽力了。不是面条，面条点的是爱在夏天。但面条也不在，我把爱在夏天也唱了。不在你给人家唱了，我刚刚问了好久。我已经问了好几天了，我说人生浪费指南，人生浪费指南，它消失了。消失了。人消失了，他浪费了，浪费指南，耍赖了，哪里耍赖了？因为这首歌我唱的也不太行，可能跑路了。对，今天的能点吗？你想点啥？先算一个吧，怎么样？你要算四个的话，有点过分，目不转睛。好，一个。目不转睛，我会吗？目不转睛，目不转睛，我不会，我肯定不会，我听都没听过。谁呀？王以太唱的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我肯定不会，我绝对没听过。是这个，我只会唱两首，第二句。我只会见，我正在看着你，目不转睛。我只会唱这两句。我就唱前面有调的那几句行吧。现在是荧光棒。我就唱前面那个那几句有调的。对，任你看着你目不转睛，你丢的爱正在看，没在看手机，看手机装不在意，哦，你的余光，你的那句为啥经常听到？我只听过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，就这两句，别都没听过。对吧？只知道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，别的就不知道了。
我确实一脸疑问，他这个词写的就是我。哦，没有想到才2分42秒一首歌让我觉得很长，太长了，这首歌长到我了。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。好，唱完了，鼓掌。谢谢 Maybe 给大家送的一首歌。叫目不转睛。啊，耶、yeah。面条酱在不在？面条酱在不在？他在不在？我给他把《爱在夏天》唱咯，唱咯，唱咯。唱咯，不，我要清歌单了，不能再放着了，再放着我到时候也看着看着看着又不会听，你会忘记。我唱咯，你是不是也能点？你说吧，你要点啥？还有发呆也能点，还有那个谁天尊也能点，还有没了，快快快快，点点点。不欠歌，不欠歌，我不喜欢亏欠任何人，快快快！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。你点中国话，小鳄鱼或者小条蛙。小条蛙吧，先。哎，不是这个吧？哦，是这个吧？小鳄鱼，我不会。梦想就变成海洋，鼓起的大嘴巴，同样唱的像样，借我一双小翅膀，就能飞向太阳。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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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想把你破破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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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青蛙能比美，总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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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跳到我们身旁，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，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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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怎么就适合我了？我现在看上去很绿吗？我现在看上去很紫，好不啦，很白，怎么就适合小跳蛙了？快乐的一只小青蛙，啦啦啦啦啦。哦，我怎么记得它一直是啦啦啦啦啦呢？快乐的一只小青蛙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你看冒泡，它肚子像不像青蛙的肚子？像。还有什么中国话？这个纸色就是那没办法，我人比较慢。中国话，中国话。
没有版权内。没有版权内唱不了哦。哎，有了。扁担想摆在板凳上，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摆在板凳上。莫斯科的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。多少年我们国语因为翻译和文化。品评测测品评测，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摆在板凳上，板凳偏偏不让板凳。哥哥弟弟，我想一条河，哥哥说空空的河，弟弟说白白的鹅，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，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。都在学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，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。完了，这下一段更不熟了，看都看不懂。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布。这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简直是个眷属。你这是皮特，这不是。有个小孩在小度，上街打醋又买布，打了醋买了布，回头看见鹰抓布，放下布割下醋，上前去追鹰和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湿了。光动嘴不动嘴，光动嘴不动嘴，不如不长嘴。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真是。在讲中国话，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。都在讲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，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。后面一样的了，中国话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，我们说的话让全世界认真听话，是吧？嘴说嘴，腿说腿，到底什么鬼？前面那一段真的，嘴说腿，腿说嘴，嘴说腿爱跑腿，腿说嘴爱卖嘴，光动嘴不动腿，光动腿不动嘴，不如不长嘴和不如不广，不如不长腿和嘴，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腿说嘴？腿怎么能说嘴呢？到底是什么鬼？不错吧？真不错。不错，真不错。还有点歌的吗？不，还哎，刚刚那个发呆，还有歌呀吗？要换歌吗？要换歌吗？要换歌吗？有换歌吗？人家有可能不在，算了。还有谁要唱吗？要唱吗？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。人生浪费指南，我唱了。哦，稻香，人生浪费指南我唱咯，那个人他不来不管他了。爱在夏天不在是吧？好，稻香，稻香我会呀。哎，稻香我会不会啊？稻香好像很快呀，完蛋，稻香我会还是不会啊？
他都不在，他很久不在了，我说好几次了他都不在，主要是那首歌也很快。完蛋了，我稻香是不是只会唱副歌，因为他说的很快，他说的很快。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没有太多抱怨，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。什么人要这么脆堕落？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无数年在努力勇敢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这一切？好听吗？记得你说要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好苦，让烟火平淡，还好抱歉。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湖南话唱，我没有用湖南话唱过这样的歌。普通话的歌你怎么用湖南话唱？普通话的歌你们平时会翻译成家乡话唱吗？不会吧，那怎么唱啊？就是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，为自己的是让自己快乐，快乐就在这里。所谓的那快乐，迟早在甜蜜之间就累了。笑呢，我靠着稻草人，吹着风，唱着歌，睡着了。哦哦，哦哦，珍惜一切，就算。珍惜一些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跑跑，想念的歌谣永远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跟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微笑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这个手势，这不是美少女战士的手势吗？谢谢向日手副歌，荧光棒，你干嘛？这不是美少女战士的手势吗？对啊，我们有一首歌叫什么歌来着？在明天等你，不对，竞技皇冠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两个人先交叉这样，然后下来握拳，然后再举上去。美少女战士，是吧是吧？选择稻香，再继续奔跑。哎，勉勉强强吧。发呆，你觉得过关吗？你要觉得不过关，你可以再点一首，因为确实还欠你。戴皇冠的动作，戴皇冠拿个动作就是这个、哦。哎，是怎么了？是这个，对，这个，我当时是这样戴的，这样戴。这个帅吗？这个动作帅？我发现好多，哎，北巴的公演就喜欢做这个动作。
因为之前在勾队跳海库的马塔塔也是有这个动作。没有人点凤凰传奇的歌，你可以点一点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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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凤凰传奇有什么歌？我不行，不太行。剑姬皇冠后卫手女的，不是啊，是剑姬皇冠的呀，这个。哦，你说这个，这个是 Never 是吧？谢谢寒风中的老司机送的东西。莫花在干嘛？那个塑料，哦，那个塑料袋是放酱美鸭的是吧？我去拿瓶水喝，有点渴。我去拿瓶水喝。俺去买瓶水喝。老婆，我揍你了！他俩不是金鸡皇冠后面的，他是最后一趴的安可。Never 就是 Never 里面的。就算是被乌云遮住了，哎，不对，是这个吗？不是。就算是被乌云遮住光，这个是什么？谢谢金靴子的兔兔。追加个红番，今天想看16万的灯谜。我来，继续。还差再来一个，再加他的加追就行了。哎，不止，不用，我觉得再来一个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就算是被乌云遮住，想点但是不知道点啥，你可以先欠着，你想好了就你也不能太为难我。你也不能太为难我。呀啊！呱呱想点什么？想点什么？谢谢呱呱的皇冠，还没想好。哦，我以为你是那个。你是想好了啊？你刚刚说没想好，谢谢。那等你想好吧，你不能太为难我，太为难我不会唱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知不知道啊？冲呀冲呀冲呀！有没有想抽卡的？最后一波了，抽完抽两个，抽完一个抽两个。看不懂活动，看不懂活动，你送一个发电就看懂了。啊！哦，谢谢金秀泽送的花灯，谢谢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十里空山外。天行雁南，雁阵南，这是谁啊？这是中秋吧？这肯定是中秋啊，怎么可能到圣诞去啊？等一下，我答完这个题，你就可以抽奖了。十里空山外啊，就是中秋。怎么可能会是圣诞？没有啊，他之前送了一个小的。快，你去领。
明月当头天马行，打一字是龙还是腾？明月当头天马行，打一字是腾。解锁成功，可以了，你们去领吧。什么头像？你领到了一个头像吗？谢谢人性的兔兔，谢谢吸水的兔兔，三天相框三天，头像框也，谢谢试探的兔兔，徽章离谱，头像三天永久，你是永久的头像，你抽到了一个永久的头像，说吧，可能只拥有神器的感觉啊，永久头像是要到神器才会有吗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抽到了一个永久的头像吗？他有个人的，他刚刚有一个个人的，哇，那运气也太好了。我就说吧，我房间很不错的，我房间非常不错的，运气真好，抽到了一个永久的个人头像。谢谢臭屁丢丢的兔兔，谢谢 GIO 囧的兔兔，谢谢随心的飘带，谢谢别人尬兔兔，不用神奇木龙就是一个球场。不，我觉得我房间真不错，房间还是出的都是好的的。我好好奇那个永久头像是什么头像啊？是什么头像框？我待会去房间是不是能看到你们的？谢谢哇呜哇呜的兔兔。哎，这个徽章。就是这个兔子抱了个月饼的徽章吗？哎，这个可爱嘞！待会儿会涌入大量句句抽送兔子抽奖。哦，原来这个是就是我触发了之后，你们再送兔兔也能抽奖。那在什么时间之内你们再送还能抽奖呢？啊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那要在什么时间之内呢？比如说今天。三天之内，我就说啊，三天之内，那时间线也蛮长的耶。我还以为就是房间已经被冲了，那就谢谢大家，提前谢谢大家了。抽了个奶茶也不错啊，花了48鸡腿抽个奶茶，嗯，真不错，真好。扑通来。这个月小象应该都能往上接腿，不一定吧？不知道哎。谢小蘑菇的兔兔，是吧？是吧？扑通扑通扑通，兔兔兔兔兔兔，三天终极特效，能不能点歌？能，你要点什么？谢谢你好可爱的奶茶。我今天就30多什么了，没有啊，咋都没有，是看花灯还是看你？快欠着吧。那行，我现在欠，那有30多万鸡腿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欠金泽秀一个，呱呱一个，还有发呆没点，欠三个啊！礼物还有没抽？还有抽不中的，哪里抽呀？和带往赏月，
那你就是没抽中。在哪里看？我不知道在哪里看，救命！在哪里看？在中秋活动里面，中秋活动里面去抽奖。我应该见过戴王吧，但是戴王有很多个。再播两分钟我下播了，12:12怎么样？圆圆满满，月月红。你等下关直播，你房间会吓一跳，真的吗？就大家把我房间冲了是吧？因为大家都想讨个好彩头嘛，万一抽到了，对啊，已经12点钟了，我没想到，但我们下课就下得很晚。都会来送，不错，真不错。新被冲了，挺好，谢谢大家。不知不觉已经新的一天了，今天已经是17号了。我们明天有公演了耶，明天有公演了耶，明天能看公演了耶，快不快乐？快不快乐啊？马上就能看公演了，明天公演。怎么后天了？就是明天。这周是啥 unit？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unit。非常漂亮的 unit。可惜了，你就3天特效，没事，再冲，会有更好的。哎，要准备下播了，大家晚安。哇哇哇！你们可以打个赌，猜我是什么 unit， 猜输的人啊，自我惩罚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